每天都有不同的账号来我的各种影片下面留言说，网红九妹 YouTube 频道200多万追踪，如今却被爆出持毒被逮，家中被搜出十几公克的大麻，甚至器具齐全，包括研磨器、卷烟器、卷烟纸一应俱全，遭研判已经吸食一段时间，而这回被抓的还有他。团体反骨男孩成员之一的雷拉正要出门时遇到警方上门，最后家中被搜出0.4公克的大麻，以及从国外带回来的研磨器，他和老公汤宇通通被带回，最后三人都是无保请回。但就像连环爆一样被爆出来，主要是新北刑大接获检举，六号一早兵分九路逮到10人，其中还有一名周姓女网红。社群平台有10000多人追踪，不吝啬分享自己的姣好身材，也喜欢和粉丝分享旅游过程。曾经到泰国游玩的他，也有到贩卖大麻的商店拍摄，结果这回自己也被抓。事后九妹也发出声明，目前无保请回，配合检调调查当中，侦查不公开，不方便说明，谢谢大家关心。另外雷拉老公汤宇在7号凌晨也发出声明，表示已经积极配合检警调查，被无保请回。此外被转述自国外携带毒品入境，有案子走私毒品的嫌疑，汤宇也透过声明反驳，警方初步调查这些案件都是个别案件，没有关联性。但网红连环爆也有待警方持续追查，是否还有其他人也涉案。 TVBS 新闻庄全吴新燕新闻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